同学们，你们谁能把这死神方便面吃完，老师就把这个三好学生奖状奖励给你们。死神方便面不就是个方便面吗？小意思啊！我正好饿了。行，小黑，要不你先来。哎，好，哥几个，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开始吧。反正是饿了。哎呦我去！小黑，怎么了？咋了？老师，这面好苦呀！那是因为这个面，老师是用黄凉水泡的呀，肯定苦啊。啥？黄凉水？那能吃吗？是，吃了这碗方便面，让我想起了我的往事啊。啥往事啊？跟这方便面一样苦的往事啊。这每天上课呀，这奇迹还有那小美，他们就欺负我。还有你老师，我咋了呀？你竟然跟他们合起伙来一块欺负我呀！你们欺负我也就算了，这考试考不好，回家还得挨批呀！我真是太苦太坎坷了呀！好了好了，小黑小黑。别哭了别哭了，你这方便面也吃完了，那老师就把三好学生的奖状奖励给你了。好。哎呦我去，下来，小美上来。为了这个奖状呀，必须得吃完。哎呦我去，小美你这咋了呀，跳啥呀？不是老师，这面实在是太苦了，苦得我不由得就笨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别笨了，那个这面反正你也吃完了，那老师也奖励你一个三好学生奖状啊。下去吧。来，琪琪该你了。来，我吃。不可能呀，因为我呀从小就吃苦，我妈就说了，穷人的孩子啊早当家。好了好了，别装了。老师，我不知道你什么家庭吗？开个玩笑。吃完这死神方便面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苦尽甘来。吃完这方便面呀，就跟尝遍了这世间的酸甜苦辣一样。不错不错，琪琪，你吃个方便面还领悟出这么多道理了。行，老师啊，也奖励你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。哎呀，好，谢谢老师。琪琪啊，恭喜你啊。那老师，我们的奖状呢？对呀，那我们的奖状去哪儿了呢？就一张呀。啥？就一张奖状？那我们的奖状呢？那没办法呀，只能你们三个人一人一天啊。哎呦我去，那今天我先拿。我拿，扎我老师，你这唉声叹气的，你这是咋了？是啊，老师，我想吃蛋糕。这上课时间到哪儿给你弄蛋糕去啊？反正就是想吃蛋糕呀。
哎呀，老师，你再忍一忍，马上就下课了，下课咱们就可以买蛋糕吃了。哦，问题是老师现在就想吃呀，就算吃不着，看着也行呀。哎，老师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可以让你看着蛋糕。咱们用彩泥捏一个蛋糕，怎么样？哎，这个还行啊，不错。那有啥呀？那吃不能吃，这味儿也闻不着。哎，意思你们做。那咱们开始吧。我俩给你打下手啊。哎，行。没意思。咱们做个几层的呢？要不咱们做个三层的，怎么样？嗯，好，行。哎，无聊。哎，第二层已经放好了。老师，你第三层做好了没有呀？哎，好了好了，给你，来，老师，要不我们再在这个上面加点装饰？嗯，好啊。那就加点巧克力吧。可以。我再把周围绕个圈点缀一下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还少点东西啊？你少啥呢？不就少个蜡烛吗？我正给你做的呢，老师。对呀，生日蛋糕怎么能没有蜡烛呢？对呀，老师，你看好了，我给你放上蜡烛。老师，等着，我再给你捏个蝴蝶结。看，好看吗？嗯，挺好看的。老师，蛋糕已经做好了，你看好不好看呢？嗯，不错不错，虽然吃不着，但是光看看过过眼也不错呀。哦，老师，既然生日蛋糕呢已经做好了，你不感觉缺点啥吗？嗯，缺啥呀？你应该晒一下朋友圈，炫耀一下自己呀。哎，对呀，我咋把这个忘了呀？来，凑一起。老师，我来给你们三个拍吧，然后你们摆个 pose， OK 不？好的好的，来起立。老师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准备好了。来摆一个你们认为最优美的 pose。耶！三、二、一，茄子。咋了这是？
妈来了。拿着筷子多吃点。我跟你说，一定要多喝热水，啊，多喝红糖水啊！去那药店买点红糖啊！啊，太好了啊啊！慢点啊！好。你咋了？哎呀妈！不过就我刚才跟他说的啊，一样多喝水，多喝红糖水啊！实在不行回家休息两天啊！来，下一个。咋的？大姨妈，来，多吃，一定得多吃，营养它得跟上啊！来，走，你也是大姨妈是吧？咱们学校还统一来大姨妈呢。来来来，多喝水啊，年纪大了更紧啊。大姨妈还挺忙啊。来，好几个问。男的有大姨妈呢，小朋友。